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。今天用包菜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洗净的包菜去掉根部，然后切成条。切点蒜片、小米辣、葱花。锅中烧开水，放入粉条煮一下。煮软以后捞出来，粉条里面放点老抽，翻拌均匀。放点食用油，翻拌均匀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蒜片、小米椒、葱花翻炒。加入包菜，大火翻炒两分钟。加入一勺盐、白糖、鸡精调味。放入粉条，翻炒一分钟。最后淋点明油，翻炒一分钟，即可出锅装盘。一道美味的包菜粉条就做好啦，吃起来咸香有味儿，超级下饭，喜欢赶紧试试吧。好啦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